邀请姐姐谢金燕等知名艺人代言，跨越 PC 和大型机台的国产热门舞蹈游戏《唯舞独尊》，这一次再度请回了天后代言人 Jolin， 宣布全新续作《唯舞独尊 DX》，以崭新的姿态与玩家们见面喽。《唯舞独尊 DX》是将前作中经典的打击玩法予以保留，在增加了门槛较低、全新的舞动玩法和许多新要素之后所诞生的全新作品。在舞动玩法中，玩家只要在画面上的圆圈缩至中心时按下按钮，就能够轻易的达成连段。如果你是音乐游戏的新手，或是刚接触这款游戏的话，舞动玩法就相当的适合你哦。除此之外，这次收录的歌曲也更加的全面，除了大量的华语歌曲之外，还收录了许多海外的流行音乐以及动漫歌曲，想要听着初音歌曲来热舞的玩家也可以实现愿望咯。另外，游戏还追加了全新的社交区系统，让玩家可以在这里和其他人闲聊或交流，如果跳累了就来放松一下吧。全新的玩法、歌曲以及社交系统，是不是让你的手指忍不住想要热舞一番了呢？那就赶快来加入唯舞独尊 DX 的行列吧。